好的，接下来走上红毯，让我们来欢迎新生代实力女歌手 Sunny 杨云晴，欢迎。欢迎张宁，欢迎。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Hello， 先跟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在这台上。Hello， 大家好，我是闪电杨云晴。哎，我知道你的个人巡回演唱会开始了。啊，对，是的。那这个演唱会上会有什么类型的这个穿搭的 look 来跟大家见到面呢？首先肯定是还是以自己的风格为主吧。对，然后在自己的风格的基础上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哎，那说到风格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二进制风格系统有什么期待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一次的融合特别的好，然后我自己也特别特别的期待，就是待会儿就是那个秀款，然后包括里面的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对，我相信，我其实我很期待在我们的秀款可能未来会不会出现在你的演唱会巡演的现场。当然如果卡帕愿意就是赞助的话，谢谢。好的，谢谢。让我们来不但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的大秀，也期待你的演唱会上的 look。谢谢，欢迎Sunny，里面请。谢谢，来，谢谢。